中国制造享誉全球，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比较优势，而不是靠补贴进行倾销，更不是靠保护实现垄断。我们以自身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保障了全球产供链的稳定，也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。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，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也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二，为世界经济的稳健发展发挥了公认的重要作用。每当自身陷于困局，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事实很清楚，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搞歧视性补贴，连续的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机构的法官遴选，动辄对别国的产品加征高额关税，美方的这些做法才是引发全球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最大担忧。数据也很清楚，去年世贸组织的成员中，仅美国通报的技术贸易壁垒措施就有454件，比它后面的5个成员国通报的总数还要多。保护主义带不来一家独大的幻象，只会失去合作共赢的机遇。过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发展深度交融，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培育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。在开放合作的大道上，中国永远是世界的机遇。